看到一个报道是关于这个房地产的，四月份的销售额暴跌，啊，可以理解，是吧？因为有很多城市被冻结了。那么冻结了以后呢，不仅人关在家里，而且这些办事机构都停摆了。前面还在说这个俄罗斯汽车销量为几十年来最低，中国的汽车销量四月份也是最低啊，尤其是像上海是吧，改开以来可能从来没有过。房地产交易各方面都停摆了。房地产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好像有点 low 是吧，过去几十年大家印象中的那种土包子暴发户，然后圈钱交易，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给你批个条子，哪怕县委书记是吧，我见过最小的批条子的领导应该是一个县里面统战部的部长和这个人武部部长，两家结为情境之好，然后批了二指半的条子就开始做房地产的。每一个这个权力阶层他们玩的游戏呢，一般都在框架之内，在他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去玩这些东西。但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生意是什么？你说改开支出是吧，批条子，那么盘源啊这些东西，其实刚开始呢卖的是电脑，卖一台电脑给你一张彩电票，全民要追赶这个高科技的潮流啊，卖电脑，然后配套的是抗静电地板。其实我们这个年龄都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卖批文这个东西呢，除了康华这种有背景的啊，下面各个阶层其实都在干这事，即使到了这个老百姓的嘴里啊，传出一些神话，实际上卖批文也不好卖。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这个吃拿卡要的现象，有的人讲规矩，有的人还不讲规矩，这也就意味着全国范围内搞得民愤极大。后来终于啊，算是来了一个房地产卖楼花是吧，这个东西在中国应该有两个城市是比较抵触它，一个上海一个重庆，其他地方基本上楼花随便卖。那么批二指半的条子拿到地，专门有人帮你设计，先不筹钱，先帮你搞规划，最后发展到连售楼处售楼小姐都是专业的。那么电子盖房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其实最励志的是像碧桂园这样的企业，原来就是帮人家电子盖房的，房地产公司垮了以后他就接盘过来成为房地产公司了。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套路，它背后有一条线，过去的几十年在中国房地产拉动了中国经济，可以说官员的利益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房地产它能连带着几十个行业在联动，包括用工，都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大家只是从这个统计数据上来看，政府的收入有多少来自于这个卖地的，来自于房地产的税收。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是，除了中国家庭背上了这么大一个壳，大家都成为房奴，同时呢，这条利益链养活了中国从上到下的官员，包括这条利益链所带动的这些官帽子。
我们都知道这个抢官帽子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是吧？为人民服务是口号，为人民币服务是内核。那么怎么打破这个利益输送的链条呢？如果你打破不了，就跟胡温时代一样。按温家宝本人的话说，在房地产调控这一块上，这个他作为总理来说话，抵不上房地产企业的总经理。他为什么这么自谦呢？因为他打不断背后的利益输送管道，太紧密了。从上到下，从中国的所谓十二老家族，一直到地方的这些常委会，是吧？背后的这些利益捆绑。所以习胖上台以后花了10年的时间，那前5年他自说自话，别人拿他也当个笑话。他利用前5年的时间一手反贪，让王岐山来抓人，一手呢通过中组部发官帽子。他能管的实际上只是中管干部，就是副部级以上。那么再往下呢，再往下他就不好办了，他也不急着办。卸任代政，这是我们看到的在他第一任期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不允许你再收礼了，然后你要去做事儿吧，没有动力了，怎么办？休息一下，观望一下。所以前5年对基层啊，基本上他只是把你按住，并没有真正去做什么事儿。那后5年就不一样了，后5年开始他清算了一些已经下岗的干部啊，譬如说陕西，是吧？啊，影响他这个黄脉的啊，龙脉的这个内蒙，他要抓一批榜样。因为内蒙呢跟中央的这个勾连，虽然说经济利益的输送比较多，但是没有什么根基太牢的。唯一一个刘云山还下岗了，是吧？那么乌兰夫家族在内蒙的这个统治，从云布龙开始趋于崩溃了，这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倒查20年，吓坏了不少人。那么他通过10年的时间，在房地产调控这个方面，确实做到了他预想的这种结果，给整个社会的交代就是，没房的人不用慌。你可以损人不利己，白太心，抱个膀子在边上笑了。因为已经有房的人，不仅不好卖，而且房价已经跌成狗了。中国有一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房价跌到了房改支出，几万块钱一套房的。其实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末，北京晚报好像有一个口号叫不要把高房价带入新世纪。过去的几十年，尤其是最近20年，买到就是赚到，把这个炒房当作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到今天为止不用我们再说了。稍微你认真的静下心来，跳出三界外，不要把自己带入进去，细细的品味一下今天的涉及到房地产整个板块的新闻，你就应该很清楚，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他的目的并不是说针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企业要进行打压，把房地产打得有价无市，其实他是为了切断
原先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经济利益的输送。没有这些利益的输送，官员在政治上向他靠拢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因为之前再有背景的人都被他踩在脚下，所有的这些利益分配都被他收归中央重新分配了。在这一刻全国都安静了，整个利益阶层都在眼巴巴地看着，看他下面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其实中国的今天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来得快，我们预判到了有这种可能，但没想过这么快就出现了。好，谢谢大家，再见。